Hello， 大家好，现在是1:35，我们来看一下这只 TalkCloth。这只 TalkCloth 呢，我有也是有在我的 WhatsApp 小组里面做些分析。在我的 WhatsApp 小组里面，我会向会员分享如何用筹码主力线操作这些手套股，也会向他们分享手套股的基本面分析。如果你是有兴趣免费的加入这个 WhatsApp 小组，你可以用你的手机号码注册这个某某马来西亚，再填 Google Form， 把你的资料填上去，你就会被邀请加入这个免费的 WhatsApp 小组。除此之外呢，你也可以免费的使用这个筹码主力线2个月半。现在呢，另外会有优惠，就是如果你现在加入的话，所有的会员都会有机会免费的上一课技术分析，大道至简，就是介绍怎么用一些简单的技术分析去做一些买卖点，这些都是免费的，而且是有限。当这个优惠期过后呢，我就会开始收费，大概是马币100块一年。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留言区里面了解详情。所以现在就抓紧机会，现在是免费期。我们讲回这个 TalkCloth 的技术分析，很显然你可以看到它没有能力突破这个筹码主力线的回撤线跟这个指针线，已经是被他们两个压下来了。它收盘价是 0.925， 它的支撑很显然就是这个200天均线，大概就是在 0.89 左右。这个时候千万不要随便去跌倒，它已经是开始 U turn， 已经是没有什么力，我们就不要急。等到它在支撑线止跌回升弹上去的时候，再考虑要不要进场。我个人认为它很大机会就会在这边里面，大概是在 0.88 0.89 止跌回升弹上去。如果它有这种迹象的话，这个就是一个回调买上涨的机会。如果它连这个 0.88 0.89 都跌破的话，这样就很惨了，等了的时候就继续往下掉到这个位置 0.81 0.82。所以不要急，就等它出现一个确认讯号止跌回升，看一下是在 0.88 还是在 0.8182， 那时候再考虑要不要进场。这些都是我的个人看法，并没有任何的买卖建议，谢谢大家。